果你有揸住特步嘅話，或者未買啦，我覺得其實現價即係睇個走勢嚟講啦，其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一個股份嚟嘅。咁你睇下佢有冇機會即係向上突破啦。如果係向上突破嘅話咧，有機會挑戰翻十四個幾啊、十五蚊啊，即係你舊年九月咁嗰啲咁嘅水平啊，咁可以去睇一睇。反之啦，如果佢咧其實係失翻。即係呢啲咁嘅低位咧，其實你拉翻嗰個升軌出嚟啦，其實你失翻呢個咁嘅位置，升軌都穿埋啦。咁你之前嘅低位都穿埋咧，其實可以考慮就即係止蝕啦。或者如果你係低位原來係已經買咗嘅話咧，就短期可以考慮就睇下部分可以 take profit 先啊。呢個位就十一個八毫二啦嚇，或者你唔想定呢個位啊，我覺得十一個五毫二失咗都應該可以，即係應該要走一走啊。但如果你呢啲咁嘅位衝入去，你想去搏佢會唔會有機會破頂嘅時候咧？就定翻落去，就一個八毫二，我覺得其實呢個就都差唔多了。